好像好像好胖好胖好胖！是滑鼠跑到副萤幕是这样。开车走了。OK， 来虎，你是损红耳哦。 对啊，你知道我什么都没听到吗？我调那个等化器。啊，你要教我啊！可是你上次不是说你怕听太清楚，你会害怕？<笑>我不会害怕。<笑>我很怕我听人家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在哪里？OK。哎<笑>、欸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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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靠北，他怎么在做东西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怎么在做东西？啊！ 哎，我在掉麦罩哎，好像往后跑啊，拍一个而已的样子哦。看他做成开心哦，有剪掉他的纸包了。你剪掉他的纸包，看什么小？哦，不想追了。哎，他掉上去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我每次都被这游戏吓到，走一走突然有开枪，哇，这游戏就没脚步声，特别痛苦。 干脆不要停。我要先出圈哦。哦。哎，我们刚刚那里是圈呢。哦，好亮哦，把酒杯吹没啊。 我突然被打，直接吓死，快弹起来！来福救我，来福救我们！我们被关在这个栅栏了，就跟动物一样。好，操！哪里哪里？什么？你要我救你们什么？我刚跟动物一样被关在那个栅栏，我需要你救。 不要理他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兔崽有人造哦。好，要要。我们应该堵得到人。好啊，我们轰一下。轰哥。哎，这里有一个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？他会走出来吗？他会走出来吗？他会走出来吗？没有，他好像走进去了。哇，那怎么办？你叫出来，你卡等我要给他供解。你老是这么这，坐骑坏掉了，靠腰，早安呐、啊，高中生。 谁准你高中坐席就坏掉啊？哈！柳兰，我蹲在里面吧。那是有可能，我走后面。走吧。我看个书，你们先走。没有，没有。没关系，我最近也差不多，身体超级糟。大家都要好好睡觉。 他们在外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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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面。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。没有，我在等你们，我在等你们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。我先吃毒过去哦。对，他们就是吃毒过来的。看你很冷哎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，我确定有听到。我操！好不？有听？不是，这来福的。有刚真有，刚真有。 哇，人类！完了，看他们在毒里面跑哎，刚刚他们刚在那个胶囊那边抠抠抠的。我都在哪？今天42.9，等下42是体温吗？等一下。鸡掰啊！42.9会死啊！<笑>对啊，所以我才。42度你他妈脑袋就已经烧坏了。42.9体重啊。 体重是不是？可能是身高啊，侏儒症。靠！我要太矮了啦！<笑><笑>靠呗！太矮了，白痴了。